请你对我们的爱，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赞美你，祝福你，主啊，我天天都要靠着你，靠着你，你来帮助我，因为你是你的帮助我，你为自己的生命破裂，挽着我们的生命，我的天天都有嘴巴感恩你，主耶稣，主耶稣，你的因为救了千万人，又救了我的家，又救了我，我天天都感恩，因为一个信主，全家要归向你的名义，主耶稣，我都靠你的圣灵来帮助，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依靠，你是我们的，我们的心，主耶稣，你的光就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光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的光就是我的力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日子。主啊，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要需要你，不但我们走到那里坐什么公交、什么车，我们传递要普人都要接近你，都要你都要接近我们。平平安安的过的每一天，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信主就是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平安。主啊，我都是想你要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你都平安过着每一天，主耶稣。赞美你，主啊，主啊，你要保守我牧师师母身体健康，主要保守我牧师的眼睛张开来，对有需要靠这个主耶稣的圣经，主啊，你的，因为我们靠你的圣灵有能力，有效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爱，我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慈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清晨的日光领导我们，把我们的脚步带到平安的路上。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是紧紧地跟随你的脚踪。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啊，没有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每一天真的都是要活在你的爱里面。谢谢你用你的爱抱抱我们，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谢谢你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了我们。我们每一天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主啊，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一群儿女，让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子民，是何等的蒙恩蒙福。主啊，我们清早来到你的面前，就愿意将我们身上的担子全然的放下，在主你的面前，能够非常轻省的跟你倾心吐意的说话祷告。主啊，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你是垂听祷告的主。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不会落空。主啊，你都会应允我们。我们有一颗等候谦卑的心，每一天都能够靠主，能够凡事谢恩，凡事祷告，不住的凡事喜乐。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心欢喜、灵快乐，靠主得胜。主啊，也谢谢你的看顾、保守、成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这个我的孩子还有我的父母母亲的健康，主啊，全人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希望主耶稣能够看顾保守，也希望主能够让我学习你谦卑柔和的样式，每一天能够靠主改变我自己，能够有一个翻转，有一个不一样。主啊，就求你能够赐给我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每一天在主里而活，为主而活，为主而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也谢谢你能够用你的宝血洗净遮盖女儿一切的不义，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罪孽。主啊，都靠你啊，撒旦魔鬼退去，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一切问题结束了，我们被圣灵充满。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每一天真的都是福杯满溢。主啊，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我也愿意将我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耶稣能够赐下你圣灵的恩膏，能够膏抹我，每一天用每一天做主合用的器皿，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每一天能够抓住主你的手，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谢谢你，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刻在女儿的心板上。主啊，你就是我的山寨，我的拯救，我的大医治者，求主耶稣能够医治释放我的这一个灵魂。主啊，我愿意真的也是把我的宝贝 Evan 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希望主耶稣能够陶造他，能够让他结好的果子，能够在主里啊蒙恩蒙福。主啊，我也愿意将我的家庭我的工作全然的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因为在我所不能的，在主凡事都能。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主啊，凡事真的是靠你得救，得救。主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诗篇里的话语，耶和华啊，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早已听见，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主啊，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过去也是如此。主啊，我们趁着心里的骄傲说没有神，以至于趁着自己心里的意念情欲去做自己一些任意妄为的事。但是主，当我们许多弟兄姐妹蒙恩得救之后，主啊，他们对主的信心不够，以至于他们会常常忘记神。主啊，甚至以为神忘记了我们，甚至以为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道，神没有看见。但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我往哪里逃可以躲避你的面？主啊，诗篇139篇告诉我们，主啊，就算升到海极居处，你也在那里；我们升到天上，你也在那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你都知道。主啊，既然我们不可以躲避你的灵、你的面，那么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主你的灵、你的面。你的面光是充满了荣光的，你的灵是充满了智慧、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主啊，我们为什么要来躲避你呢？我们为什么不来朝见你呢？我们为什么不来领受你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呢？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凡是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有罪的人，知道自己也会被这世界大染缸所缠累的人，我们都会及时的、趁早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谦卑人。谦卑人也不单单是我们觉得我们很可怜，
乃是我们有一个心愿，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的生命是从你而来，我的气息是从你而来，你不会把我白白带到这个世上，你也让我信主之后不会只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一定会让我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如今透过圣经真理，我们已经见神的国了，而如今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见到神的国，我们还要透过你的话语能够真正进入你的国，而且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许，我们乃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主啊，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中被主悦纳，我们的心愿成为谦卑人的心愿，照着你的应许，你早已知道，你早已听见。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就如你已经应许我们，你的怜悯要临到主啊那些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身上。主啊，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得你荣耀，因此我们的心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器皿，最好的器皿就是一个圣洁的器皿。主啊，我们愿意持守一个圣洁的心，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靠主的宝血，主啊，你断开我们一切不属于神的意念，所有的心思杂念，所有的在我们未信主之前那些自以为是的许许多多的目中无神也目中无人的意念，主啊，这些东西过去有，现在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求圣灵来光照，来检查一下，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再让我们旧有老我那些会毒害我们、侵害我们、损害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又变成堕落的那些因素。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晨祷的弟兄姐妹，不但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不断地被翻转、更新、调整，孩子也相信这是第一年，现阶段我们的祷告绝大多数神还是在感动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个器皿练得越精，让我们深知道有着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有一天当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跌倒了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主啊，我们愿意与你同死，让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大能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的完全。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日日在你面前向你的倾心吐意，你每一天都是你亲自在预备我们的心，都是你亲自在侧耳听我们的祈求。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蒙你悦纳，我们的祷告蒙你垂听。主啊，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却是在你生命中为我们命定的。主啊，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你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凡是出于你的旨意、你的命定，而我们自己还不明白，但是主因着我们的谦卑，因着我们谦卑的心愿，因着我们看到那永生的盼望，主啊，这短暂的过程你会亲自的动工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用我们的头脑，不是我们所想象出来的，乃是只要我们存谦卑的心，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当中更多谦卑人被兴起，更多谦卑人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的榜样，也更多将你自己的福分倾倒在谦卑人的身上。主啊，也更多将你亲密的约
向与你亲密的谦卑人来显明。谢谢主耶稣，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一整天的工作，跟家人的相处，还有新交的朋友，还有老朋友，主啊，都仰望主的怜悯，赐给我们上头来的智慧，也赐给我们神差遣的众天使四维安营眷顾保守我们。主啊，若是有弟兄姐妹为了福音的缘故在传福音面临属灵征战的，主啊，也求主你差遣火车火马加倍的几营的天使来护卫着所有愿意为主打美好胜仗的这些神的仆人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求主的怜悯保守在这个教会，让这教会四围每一个角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每一个门窗门楣，主你亲自保血涂抹。主啊，让那所有的黑暗仇敌权势想要吞噬我们侵害我们的，主啊，不敢越雷池余步，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主你是护卫我们的神。我们以为这个教会在未来的日子，不论是要加建，或者是我们将来有机会还有职堂，还有你兴起我们当中多年跟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可以成为全时间的工人，甚或你带来一些新的器皿跟我们一起同负一轭，一起来建造活水得胜教会，有形的跟无形的，我们都相信主耶稣，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蓝图当中。恳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同工，主啊，你将那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启示，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方向放在我们个人心里。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明白你使我们同感一灵，你使我们在祷告当中更多更多明白神你的心意。主啊，你的旨意不会有差错，主啊，你带领我们永远是不误时不误事的。主啊，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同工，主啊，我们不成为在如同摩西带领百姓过了红海在旷野，主啊，让我们不成为在旷野中的闲杂人等，让我们不成为在旷野中的抱怨者，也不成为在旷野中被毒蛇咬伤而不懂得来举目望铜蛇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这个教会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荣耀不单单所指的是外在有形质的建筑，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一起来敬拜神，用心灵与诚实敬拜，感谢主领受主话语，同时也承受主的大使命，去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托付，讨主喜悦，满足神抢救灵魂的心意。主啊，这就是教会，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你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也都在教会里，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谢谢主借着晨祷让我们有路走，有方向，有盼望，有清新的时刻，有彼此相爱的时刻，有更多见面的机会，也有更多来领受主你当日要给我们使命，当日分派我们去行的。谢谢主耶稣，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为所有在网络视频里跟着我们每一天同心同步祷告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可以闭上眼睛专心聆听，同时也可以屈膝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我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一样的来更新调整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有心跟我们一起来寻求主的面，却碍于工作环境而无法每天清晨跟我们在神的殿中的人，主啊，特别求你用大能的恩手来提升他们，
也让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排除万难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神的灵就在这里运行，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寻求，让我们每一个人的释放，每一个人的更新是自自然然产生的。谢谢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